没错。根据我的观察，我觉得怡君宝宝是真的愿意反省。看来这几个月的近思语教育有一点点成效哦。开玩笑，而且你知道你老爸多有才华吗？我还教了他你以前跟我讲的那句近思语啊。真的吗？哪一句？就是那句什么，惩罚自己就是别人的错误那句啊。果然是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。哦，好了，那明天你帮老爸指正一下啊。没有，谢谢你了，爸。哎呀，不客气。亲爱的老爸。亲爱的老爸都出现了，有问题，你一定是有事求于我，对不对？我太聪明了，我在想啊，你下次做环保的时候，你可以带怡君爸爸一起，因为这个活动呢，既能够修身养性，又有意义，很适合怡君爸爸。这么重责大任要我来担啊，真是！哎呦，你刚叫我什么？亲爱的老爸。OK， 成交。我就知道找你已经没问题，太好了。哎呀，真是啊！你把那个环保小帮手的名单交给我，我很乐意做。谢你了，爸。谢你了，爸。事情答应了就谢你爸。刚才亲爱的到哪去了？谢谢你喽，亲爱的老爸。不客气了，亲爱的女儿。哎，换了电话还好用吗？还不错啊。爸，不要偷看我简讯了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只是看一看那个。等一下，这个叫大彪的男人是谁？爸。啊，是不是好？开玩笑。哎，这是我最喜欢的 NBA 球卡哎。那是我爸前两天拿回来的啦，是他客户送的。我又不看 NBA， 所以给你好了。哎，你真的要给我？我听我爸说啊，这个太阳队的 Nash， 他很强哦，是两届的 MVP， 可是他的球队从来没有拿过冠军。不过他有运动球员的精神，胜不骄，败不馁，从来不把胜负摆在第一，而是很享受每一次比赛，跟自己比赛。你哦，应该跟人家学学啦。你知道哪里真多了？拜托，我贾美丽耶。谁啊？好啦，你好好反省。我可以加入你们吗？你说呢？美丽开玩笑的啦，欢迎归队。你终于愿意跟我们聊了吗？你终于不再自己一个人愁眉苦脸了吗？对不起。好，你也过分。哎，来，你不把美丽当朋友就算了，你怎么连我都不当朋友呢？哎，开玩笑的。没有没有，怎么可能？那你干嘛这么见外呢？对啊，我们是好姐妹，干嘛道歉？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我要强迫你们吃我的拿手点心，哦，就不客气了。玉慧，你不能先吃啊。好嘛，我们一起吃啊。哎，四个。来，你们一人一个，拿两个。开动。林老师，我把刘大任带来了。夏叔，我是自己过来的。对对对，他是自投罗网，自己来。进来坐吧。来来来，坐。大任，听说你一直不肯回去练习，是吗？校队教练说他一直找不到你，他很关心你的状况，为什么不回去呢？因为球队因为我的关系而输球，所以我实在没有脸回去。篮球是团体运动，哎，不管是赢球或是输球，都不会是你一个人的责任。但是因为我那球没进，不然我们就总冠军了。我们有机会的，但是我没有进。因为这样你就不打球了？因为输了一场比赛，你之后所有的比赛你都不参加了？你是这样想的吗？我上人在近思语里面有说，前脚走，后脚放。昨天的事情呢是过去，
我们要更专注在今天该做的事情上面。比赛输了是事实，但也是过去啊。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检讨失败的原因，汲取教训，勇往直前，不是吗？说得太好了。是上人说得好。老师，我知道了，我已经决定回去了。真的吗？嗯，真的。因为同学有鼓励我，如果再这样小心眼下去，实在不像个男子汉呢。嗯，太好，这样他们就不用改选。改选？下一任的篮球干部啊，你们教练指定你做副队长。恭喜你担任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。夏叔，你都不早点说。哦，我最近你对夏叔都避不见面，我怎么早跟你说？对不起啊！说什么？下次对不起。老师，哎，我可以打扰一下吗？可以啊，进来。什么事？夏叔跟我说任哥在这里。对啊，是我说的。哦，所以你是来找大任的？嗯，很快就好了。请说。任哥，对不起。你干嘛对不起啊？都是因为我害你受伤，影响你的手感，所以你没有办法投进球。我之前是因为没办法原谅自己过不去，所以没办法好好跟你道歉。啊，停，你不用道歉啦。哎呀，你不用放在心上。老师刚才说有一句话，什么前脚走后脚放，这句俊士应该用在你身上哎。可是你没有投进球，我也有责任啊。哎呀，不用道歉啦，你弄伤的地方我一两天就好了。我在户外原因是保护自己，而我关键那一球没有进，是因为我比赛经验不足，跟你没关系啦。真的吗？真的啦。夏叔，你看连宜君都比我有担当，有男子气概了。哦，糗大了吧。好了，亡羊补牢还来得及的。前脚走后脚放，从现在开始重新振作。好了啦，我知道，这样更糗，要更糗了吧？对不起，让你觉得很丢脸。丢脸更大了，真是的，好糗，好糗。那你坐下来，我请你们吃点心。哎呀，好，糗大就有点心吃，太好了。前脚走，后脚放，大任学会忘记背后，把过去当成是一种教育，而不只只有单纯的悔恨。就能够有更多的力量努力向前。而看到宜君家庭的修复跟心境的转变，并且学会多爱自己，真的让我很欣慰。人家还